知道这个我来个狗师傅时间人群拥挤穿过森林出现一个小心小心慢点慢点别挤了别挤了哎这个你刚刚走到前面等我啊我叫人家过去准备当你出现在我的身边世界不再休眠我在等着你吹的风吹过来等着沙漠又海北极又花开我在等着某天你也在等你随波涨落星海我在等着便利航线的心跳下来等着落日星辉光海藏在梦境里所有期待是你向着我而来直走啊！啊！哪个群？你打进去啊？你知道吗？就三号，三号，三号，直走。十五号门啊！要不要从十五号门出啊？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那边注意安全啊！那边要过，都是一个拼的，你走慢一点。飞龙，飞龙，第三车道有两名旅客在那里吵架，有动手行为。还有很远吗？几分钟啊，少哥？两名旅客在第三车道那里吵架，有动手的行为。现在门口呢已经到达了，现场。现在车道不会过去的，不需要从这边去过去。慢点，不要急啊，不要急，不要急。看前面，有脚下。
等着。I tried so hard and got so far, but in the end it doesn't even matter. I had to fall to lose it all, but in the end it doesn't even matter.你在哪呀？你在哪呀？你不管一下我们呀？你车在哪？你要管一下我。这轻轻的刮风，这柔柔的晚风，能不能把我的情轻轻柔柔送入你的梦？这柔柔的晚风，这轻轻的晚风，能不能把我的温柔轻轻送入你心中？